刮着强风，雨下不停，裙摆摇摇 LPGA 台湾锦标赛首轮开打。尽管天空不作美，但台湾女将李明不畏风雨，打出四 birdie 两 bogey， 低于标准杆两杆的七十杆成绩，并列第五。我今年，是一个 tough year， 对我来说，其实压力还蛮大的。然后其实自己也就是觉得变得有点没有信心了。上礼拜就去日本打比赛，想说，为这场比赛做一点准备。然后又刚好上一个礼拜，也是一整个礼拜都在下雨，所以，其实我也算有练习到吧。如果它是一阵雨来的话，你还可以就是停在那边稍微等一下，等那个雨过。可是这是从头到尾都是这样，你不可能等它。基本上只要几滴，其实你握把就会湿了，所以你就无时无刻你就要保护好你的握把。从美国打回台湾，总是在国外比赛的曾雅妮、陈思佳、徐威玲和李明四个台湾女孩难得家乡团圆，把握赛前一天空档舒压一下，来个首度合体对尬拼球。就想说，既然难得四个人在一起，那我们要不要拼一下球？然后威玲还说好，那我们拼，要不要拼一栋100块好了？然后雅妮说，那我先回去了。然后他说那不然拼50块，他说人家100块都不要，他还想50块，所以结果一栋500，结果一栋500。我们是打 team 的，因为我跟雅妮一组，然后他光他那天光他自己一个人就打9个 birdie 了，所以我们赢还蛮多钱的。看来这姐妹 PK 实战练球的效果还不错，不止徐威玲凭标准杆，李明首轮七十杆更是台湾选手中最好成绩。接下来他们也做好准备，迎接未知的阴雨天气，全力以赴。外体育新闻采访报道。